to keep looking. Get the dress. 电影里为了能在婚礼美艳动人，主角试了上百件婚纱也不厌倦。而在大陆就有一名准新娘赶在拍婚纱前想替自己隆乳，结果却是我太瘦了，穿衣服不好看，想要让自己更好一点嘛。上了手术台之后，就我已经麻醉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通知我的家人说我这个要摘除。医生原本评估只需将隆乳用的盐水袋取出即可，却没想到在进行第二次手术时，自己的左胸因感染被摘除。而更让他难过的是，自从手术失败后，未婚夫就像是人间蒸发，怎么样都找不到人，还透过亲友表示想取消婚约。男朋友他俩心有不离吗？你知道突然间男朋友不在了，家属也不在，我们怎么跟他们谈呢？看见女子痛哭失声，院方急着解释，早在手术前当事人已签过同意书，必须承担手术后的风险。现在这名女子除了婚礼无法顺利举行，恐怕更难讨术后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